間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お鍋の中からボワッとボワッと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と来的，去琪琪机买东西的时候送的。给我吧，正好用来做数学的笔记。可以是可以，但只有一本，别让小丸子知道了。嗯，我已经听到了。姐姐太狡猾了，快点给我啦！不要嘛，这已经是我的了。我说小丸子，你又不学习，要这个也没用吧？就是，妈妈，你这是想糊弄我吗？只要给小丸子这本笔记本，我一定会每天都用它来练习写汉字和做算术的。快点给我啦！不要啦！真是的，你怎么那么难缠呢？痒痒痒痒痒痒痒！太好了，我捡到了！你耍滑头，快点还给我！才不要呢，是我捡到的。不还给我，我就打你了。你敢打我的话，就试试。那我就打喽。啊！你还真敢打我呀！是你说敢打就打呀，我就打你了，怎么样？不要啦！哎呀，放手啊！不要！你真是莫名其妙！你干嘛？啊！好痛！你敢踩我？那是你活该！你们两个不要再打了！你要放手啊！你个笨蛋女人！你说什么？你才是笨蛋！看，给100元。你们两个还是别打了。意想不到的100元让战争瞬间暂停了。可是，这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事关面子，不能因为100元就放手。不过小丸子心里还有另一个声音在说，如果多给一点儿，放手也行。你这家伙，你放手就没事了。好痛啊！啊，痛痛痛痛痛痛痛！啊！真是的。你们两个只有这么一个姐妹吧？可是你们再吵架，妈妈要伤心了。这种事猜拳来决定不就好了？好吧，来吧，街头剪刀布。太好了，我赢了。姐姐，你刚才晚出了，我要再来一次。你在说什么？快点再来一次啦！我才不要呢。不，快点要来！小丸子，你已经输了，不要争了。可是，就是嘛，我说小丸子，你就不要赖皮了。哼，什么嘛？我们走着瞧。还说走着瞧，输了还说狠话，真令人费解呀。爷爷。丸子，你怎么了？哭什么？你听我说呀，姐姐在猜拳的时候作弊，把小丸子的笔记本拿走了。别哭了，别哭了，你那么想要笔记本的话，爷爷给你吧。哎，给。哎，这个好像有点不太一样，还有老人会的印章。小丸子想要的是有鱼儿的画和七星鸡的标志的笔记本。嗯呢。就让爷爷给你画吧。鱼儿的画嘛，画好了，你看，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算了，爷爷，小丸子还是自己想办法。不行，
木头笛，这……哼，都是姐姐害的，那家伙真是气死我了，真的好想做些什么让他叫雅虎。就算真的遇到什么倒霉事，也不会有人叫雅虎的。哎呀，我想到好办法了，拿个冰淇淋在他面前炫耀。嘿嘿嘿，啊，好好吃啊，冰淇淋好好吃哦。你看，我有好吃的冰淇淋哦，就算你想吃，我也不会给你的。我才不要呢，你挡住我看电视了，快点走开。切，这招不行啊，完全不理我。果然现在不是吃冰淇淋的季节呀。啊，吃完冰淇淋好冷啊。啊！姐姐竟然在吃肉包子，热乎乎的肉包子，真是令人痛心啊！啊，好好吃啊，肉包太好吃了！可恶！妈妈，给我钱，我要去买蛋糕。你在说什么呢？马上就要吃晚饭了。求你了，现在只有蛋糕能够赢过肉包子了。你在说什么呀？不行！啊，姐姐让人恨得牙痒痒，我们家为什么要有一个那样的姐姐？要是独生女的话，就能过上豪华的生活了。小丸子没搞明白，独生女不等于是有钱人家的女儿。爸爸，有我了，为什么还要生下姐姐啊？你胡说什么，小丸子？你是后生的，这叫先下手为强。哦，哦，啊！刚才把什么藏起来了，对吧？承认吧，我没说错吧？这听上去像是婉伟同学的话。快点给我看看。不行，小丸子。我知道了，你们两个人瞒着小丸子在偷吃什么好东西，对吧？不是啦。啊！你们就知道排挤小丸子。啊！笨蛋！好痛啊！你干嘛？你敢打我？什么？想打架吗？又来了！你们俩给我住手！人家受伤了，姐姐那么用力的打我，可恶！我这次真的生气了。我看见姐姐把笔记本收到这个袋子里了，你看，找到了！我要在这个笔记本上乱画，我还要用水笔在上面写字。嘿嘿，活该！这种乱画也太没技术含量了。趁他还没有发现，赶紧放回原处。这下心情好一点了，只是好一点。连打两个嗝，就像小心眼的醉汉一样啊。第二天早晨，再见，我走了。好冷啊！山茶花开了，今天开的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呢？是呀。不知道姐姐有没有看到。哼，我才不要管那个坏姐姐有没有看到呢。小丸子，你穿的开衫真好看。啊，这个，这是姐姐的旧衣服。有姐姐真好啊。哎，有姐姐一点都不好。可以一起玩呀，再说你姐姐人很好。一点都不好，昨天我们还大吵一架了呢。不过吵架的事是姐姐的错吗？这个，姐姐在跑步，加油啊！啊，英同学，你不要只顾着看着外面，从下面一段开始念吧。那个我不知道要从哪里开始读。姐姐她没事吧？我回来了，妈妈，姐姐呢？已经回来了，在房间里呢。你们俩不要再吵架喽。姐姐，
你今天摔倒了，对吧？真是笨手笨脚的。什么嘛，不用特意跑过来跟我说这个吧。你这孩子真讨厌。都是因为你今天早上不等我，自己先去学校，所以遭到报应了。山茶花开了，人家还想跟你一起看的。嗯，小丸子，哼，明天一起去看山茶花吧。不知道明天山茶花还开不开了。我不管了。好吧，就告诉你吧，其实我背着你是在织围巾呢。哎，你好好期待哟。嗯，真好啊，可以和姐姐一起玩。再说你姐姐非常好。于是几周以后，给这个是送给你的围巾和这个。哇，啊，是那个笔记本。小丸子很想要这本笔记本，所以就给你吧。啊，这个。小丸子觉得自己当时写的真是太适合自己了。谢谢姐姐。小丸子想知道衣箱的内容。妈妈，妈妈，你在哪儿啊？妈妈，喂，你在吗？喂，妈妈，不在家吗？喂，妈妈她出去了。哎，妈妈出去了。你怎么了？跟爷爷说说。那个，我明天在学校有手工课，需要一个空箱子。空箱子？好嘞。空箱子，空，我刚刚找到一个。我小时候玩的玩具，原来全收在这里了呀。哎，这个下面的箱子是什么？好像是用榻榻米做的。这个呀，这个是衣箱，衣箱。你说衣箱，就是《切蛇雀》故事里的爷爷奶奶从麻雀那里收到的礼物吗？是啊，你记得真清楚。我们家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不会是我们家的谁从麻雀那里收到的吧？是啊，是啊，是从麻雀那儿收的。爷爷，这不是笑的时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衣箱里搞不好装着怪物。当然了，搞不好装着怪物啊。爷爷真是太过分了，居然笑得这么大声。他根本就没有好好听我说话嘛，讨厌。喂，姐姐，干什么？我在看书呢，你别吵我。你知道我们家里有一个衣箱吗？哎，衣箱吗？切蛇雀故事里的那个。说到衣箱，姐妹俩就只想到剪掉舌头的麻雀。是的，切蛇雀故事里的衣箱，坏心眼的老奶奶在收到的衣箱里发现了好多蛇和怪物。怎么办？我们家的衣箱里也可能有怪物啊！这种事怎么可能嘛？姐姐怎么能确定没有呢？切蛇雀那个故事是以前的童话，笨蛋才会相信呢。真的吗？爸爸，你打开一下看看好不好？我想看。不要打开，十有八九都是一些破烂，房间会乱七八糟的。就是啊，小丸子，你要看衣箱里面干什么呀？可是人家真的很好奇嘛。爸爸，你不想看吗？里面可能装着祖先的财宝哟。什么呀，那种东西怎么可能在我们家的衣箱里呢？异想天开。好想看呢，一定装着什么好东西吧。好激动啊。那你就一生这么激动着吧。小玉，我跟你说啊，昨天在我们家的壁橱里发现了个衣箱。哎，衣箱，那么古老的东西为什么还在呀？不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东西，我爸爸妈妈他们也不肯告诉我。也许那里面隐藏着什么巨大秘密呢。同学，我刚才不小心听到了你们的谈话，我也非常在意衣箱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呀。吓我一跳。不要偷听人家讲话嘛。你说你的家人不肯告诉你里面装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也许有祖先代代相传的口信也说不定哦。祖先的口信？没错，比如那个衣箱里面也许放着忍者秘传的武功秘籍，不能随便把它打开，真的很宝贵，或者说是祖先埋藏财宝的地图也说不定呢。
原来是这个样子，所以才不让我看呢。小丸子，要是有藏宝地图，你会怎么办呢？嗨，你们几个聊得很热闹吗？花轮同学，也许的确是放着什么好东西呢，说不定啊，会有木乃伊跑出来。前几天看的电视就是这么播的。木乃伊？是啊，被遗忘了数百年的木乃伊，在一户人家里被发现，终于公诸于世了。木乃伊诅咒死。小丸子想的太多了，为什么就是不肯给我看呢？肯定是那个音箱里面放着什么可疑的东西吧。没错没错，就是放着可疑的东西，不能给你看。果然是这样，里面放着木乃伊。又一个人在胡思乱想了。爷爷，你今天就老实的把真相告诉我吧。真相？那个音箱里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告诉我吧。丸子，对不起，我说不出口啊。连小丸子都不肯说。爷爷，你这个笨蛋。丸子，爷爷也不知为何难以说出口，会对小丸子有着后悔不已的诗句。真是的，小丸子为什么吵着要打开那个音箱看看呢？真是没办法呀，怎么会对那种东西那么感兴趣呢？哦，对了，那里面放着什么来着？我怎么会知道呢？原来爸爸妈妈也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还是去起居室看看那个音箱吧。我好气的都睡不着了。啊！有人，有人，是木乃伊，到晚上就出来活动啦！啊，睡得好舒服。好可怕，好可怕，好可怕！木乃伊来了，我该怎么办？小玉，音箱里的东西果然有古怪，好像有什么人在啊。好可怕。昨天半夜我去起居室了，然后就看到人影了。林同学，那我就直说了，你们家的音箱被诅咒了，也就是说你该把那个音箱赶紧丢掉。被诅咒的人是你才对。妈妈，今天就把音箱打开吧。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屈不挠啊。好吧，我是绝对不会轻易罢休的，我一定会打开那个音箱的。你也用不着像青春电视剧那样热血沸腾吧。向着音箱奔跑， Let's go。 又学那种电视剧啊。虽然一时冲动跑了起来，但是一个人去开那个音箱也太危险了，需要帮助。爷爷，你来帮我打开音箱，现在不打开的话，全家人都要有危险了。快点！丸子，你跑太快了，脸都扭曲了。爷爷，来，把音箱拿出来。不过丸子，我有件事想说呀。有件事？你想要说什么，爷爷？你那个帽子打算戴到什么时候？拿下来了，动手吧。好，把音箱拿出来。好重啊。哎呀呀呀，哎，终于拿出来了。爷爷，这个音箱里到底放了些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呢，你可不能因为害怕就跑掉。有可能撞着可怕的木乃伊，爷爷你要加油啊。讨厌，好想逃跑。好，我要打开了。打开吧。啊！有什么好可怕？
没事的，是蝮蛇酒，别害怕。吓死我了。蝮蛇酒？是啊，原来放在这儿啊，我都给忘了。这是我小时候收到的熊猫。这是福袋，好怀念呐，不知道里面放着什么。啊，终于打开了呀。啊，爸爸，真拿你没办法。里面放着什么东西啊？来，给我看一看。有好多东西呢。我还以为这个箱子丢了，里面藏着我的私房钱。哎呀，围灯。哎，这个漂亮的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小丸子别动啊。哎呀，原来里面放着钱呢。哎呀，笨蛋，不要再动了呀。这什么嘛？这会不会是谁藏的私房钱？我是在给自己挖坑吧。箱子上面写着红丝呢，是不是什么标志啊？红丝是什么呀？真奇怪啊。真奇怪。去洗澡了。总算笑着糊弄过去了。红志以为自己顺利蒙混过关了，其实妈妈已经看出来了，红丝就是红志的私房钱的缩写。泡着澡的红志的快乐时光现在只剩那么一小会儿了。美环同学，就算在花轮同学面前丢人了，也不要闷闷不乐，马上就到竖笛考试了，打起精神来练习吧。好想被大师老师夸奖啊。下一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小丸子想被大师老师夸奖和小丸子鼓励美环同学，敬请期待哟。巴呀巴巴巴巴呀巴巴巴呀巴呀，哎呀呀，开坦克来修理你，快找一道黑。